佛教的又悲心的人，我们要当作佛一样的来顶礼啊，来礼拜啊。九者，于彼受持大乘人所为见入大乘故，起清净想啊。所以我们既然发起利他的菩提心，那我们要去接近那些发菩提心的人啊，让我们能够完全的进入永不退转的境界。深入大乘故，于说法人起师尊想，这一点很难啊。这个人真心在讲大乘法的时候，你要当作他就是佛，他就是佛替佛在为众生说法，要起这个信心，这在藏传佛教做得很好，对上师起佛的观念。但是上师毕竟还不是佛啊，我们只是学他的优点这样。所以如果你把大的上师就他是一种佛的思想，佛的心来替我们讲，但上师毕竟还是个肉体之身，他还是有他的不得不的生老病死。甚至有一个人问我说，师父，我师父还俗了，结婚了怎么办？诶，他讲的是大乘佛教，你拿来用就好了啊，因为我们要的是那个法，叫依法不依人啊。所以先把他讲的你没做到的先做到，来感恩就好了。所以菩萨若修如是十种法则，即得不忘是菩提心。所以太重要了，各位，我解释的不是很好，但是每一条你都尽力去实践。第六十三，有没有兴趣？要不要看自己的过去式？哦，我很有兴趣啊。我每次到哪里就问，你看了，你知道我前世吗？我就问这个而已。因为我想了解我自己哪里做得不好，哪里做得好，对不对？因为了解自己也可以让自己精进，有惭愧心，也让自己有信心啊。所以但是各位一定要的，因为你有了解自己到了解众生。老实说了，现在很多通灵的或者说有神通的，大部分都是外力加持他，比较有菩提心就是有护法菩萨加持他，这个也不错。护法菩萨加持他会站在一个空性悲心来回答问题。但是如果真正我们要找到的是他自己已经有就近的了解自己，累劫累世在什么，他透过实修了解自己，而也可以了解别人的自己，这个才是最伟大的佛的神通啊。但是一般他会说，我可以告诉你什么，但是我不了解我自己这样啊。啊，当然这只是个参考，所以我们念一下，希望大家都去实修啊。但实修不要求这个，这是个自然的，自然的啊。菩萨如何修的宿命通？当然了，过去的祖师大德都有圆满的宿命通，所以他叫祖师大德。那这个宿命通，他只是告诉人家自己的修行的苦的过程呢、啊，以及让别人学习的过程呢、啊。甚至让没有信心的人升起信心而已。菩萨若修十种法则得宿命通，何等为实？一者供养诸佛，二者摄持正法，三者修持境界，四者除疑离障，五者多生欢喜，六者多做观想，七者常住定心，八者身处清净，九者常受化身，十者得名利事。特别最后一条我解释一下，你要得宿命通、他心通的人，你的六根反应要非常的清楚啊，而且维系明又利。你对世间的一切，这个事是讲的是对世间的感应，你要非常的清楚，你千万不要查查搞不清楚这样啊。什么时间做什么事，你都要很清楚。当然就不要看后面，不要看前面什么宿命通，光这十条是每个人本来修行就要做的了。但这里面有强调常住定心，多做观想，所以各位要经常观想极乐世界，观想地狱的苦，要做这些观想，这种禅定。那因缘成熟，它自然慢慢开发。再来请翻到96页，天黑了，96页，大乘佛教希望我们大家为了成佛能够往生净土，但是为了要成佛往生净土，你要追求上品往生，甚至上品上生，而且要得到十方净土都可以往生的资格。
所以菩萨若修十种法则，得生清净诸佛刹土，何等为实？以我的概念啊，我认为一个菩萨所有净土他都要去过，虽然他自己可能自己没有宿命通说知道他在净土，但是他有这个觉受，对净土他去过，他很有信心。就像各位 你去过台东，别人谈到台东你自然会讲，因为你去过台东啊，对台东对你来讲没有什么痛苦啊，因为你去过了，这个也没什么好去等一下我想一下台东长什么样子，对，因为这是自然就在你心里面，我去过台东，所以讲到台东我对台东的景象很有信心的自然流露。那所以一个菩萨他应该对所有的净土都要周游过，所以就像你去阿弥陀佛净土游玩，那你会去周游十方诸佛的净土，所以对你来讲一即一切，你对所有净土都很清楚信心。哪十种法得诸佛净土呢？一者具戒清净，不断不杂，复无染污，戒行成就。就像各位今天守八关斋戒，守五戒，样样都清净啊，不断不杂，所以不会有染污。就像各位今天晚上千万不要去吃东西啊，对不对？晚上持戒该怎么守你就要全部守好，戒行成就。当然你是中品戒就中品身八关斋戒，你是上品戒菩提心就上品身啊。二者行平等心，为一切有情设平等方便。那我想千万不要把净土宗变成一种专宗，而变成一种只有净土好其他不好，这个是很可惜的。所以作为一个菩萨，那对所有的法门我们都是平等的尊敬，因为所有法门都可以让他往生净土的。所以我师父讲得非常好，不管别人修什么我们都随喜，因为往生净土是你的愿，而不是每天就讲净土其他都不讲啊，这样又不好了啊。一个修净土的人要能够以平等心去对待任何法门而融入于他们，但是呢又让人家知道最后哎，奇怪，这个人是发愿往生净土，他对我密宗这么认真啊，他对我们禅宗这么认真啊，他对我们天主教也这么一样的慈悲啊。那这样众生最后他也会随顺你，那这样你也打开你十方净土之门啊，为一切有情设平等方便。三者成就广大善根，非嫌少故。所以各位要以菩提心来广修各种功德啊，不得少善根福德，往生任何净土都不得少善根福德。所以这个广大善根讲的是菩提心，然后呢插花供果各位都要去做，都要随喜啊。所以像我自己在写往生牌位超度牌位，我后面写了四十几条，每一条给他写个100块也好200块，每一样都要做到，不但让自己也让冤亲债主啊广设种种方法方便啊，希望他们呢都能够记住各种善根而非嫌少故啊。特别我师父常说，出家人付出要比在家人多，出家人要布施，要布施到让在家人学习你的布施。出家人不是那边坐在那边等着进来而已，只进不出啊。那你怎么做别人的模范呢？四者远离世间名闻利养等事，复不染浊啊。你对世间法看淡了，不要抢要坐位置啊，做住持啊，做会长啊，做高高在上啊。所以有时候我到别的地方去参加法会，为了那个排位置都快翻脸了，我真不想去啊！我就坐在最后面，硬把我拖到前面去，拖到前面去，后面又骂我这样啊！因为我太年轻，我又不是老和尚。事实上我已经老了，我已经61、62了呢。啊！别人叫我老和尚，我还不太习惯。我跟我要老，因为我心还很年轻呢。啊！但是有些人他看得还真老了。有一天我看到一个法师，法师你70几了。我62我都不敢讲了，62怎么看起来像75岁呢？你还修得真老啊。所以有时候人个人的因缘吧，但是各位对这些不要，所以他看起来比我老，所以他坐前面那就对了啊。不要去跟他争这些名闻利养，这人那杂波郎都爱臭屁，希望就好像我靠搞的，你呢就比人家
重视一点点。所以我个人不喜欢参加开会，不参加选举，不参加，我不喜欢这个，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啊，会让自己去为达目的不择手段，这样不容易啊，啊，因为这个末法时期能够远离最好。五者，聚于净信，无疑惑心，啊，你要对佛所讲的诸佛净土的殊胜，以及往生净土的各种的方法，要清净的信心，一点都不怀疑。各位有没有极乐世界？有没有妙喜净土？愿不愿意往生？很简单，你只要念佛嘛，持咒嘛，做功德嘛，太好了。所以要有这个清净信心去告诉别人，去告诉别人，别人看到你有信心，别人也会更有信心。六者，发勤精进，舍离懈怠。所以各位要这个勤精进，不是说一直念佛什么都不做，而是以平等心广修所有的善根功德，所有的波罗蜜都要去做。我发觉我现在一直要鼓励各位多禅定，多看经典，显发智慧。我们台湾人布施啊没问题啊，守八关斋戒没问题啊，忍辱有一点问题啊，这样啊，但是因为你没有修禅定般若智慧就不太容易啊，因为他般若为导，你以智慧去做的布施持戒忍辱就比较圆满。第七，具修禅定无善乱心，打坐也可以，走路也可以，你都要保持正念。就像我坐在车上，我从不打瞌睡的，我想说我不能在睡梦中往生净土啊！啊，别人开车我都比他还会开，就修更修完，因为我要保持禅定状态啊。钓鱼，我常说很喜欢很喜欢钓鱼，钓得到钓不到没关系，但是我认为能够很专心呢，心里就很平静。要，但是现在学佛了，当然不会做成，但是很喜欢很专心的去思维经典，去嗡嘛呢呗咪吽，所以我教各位怎么念嗡嘛呢呗咪吽，怎么念嗡啊吽啊。任何咒语怎么观修，念经念咒要怎么认真，就像我听他们在念啊，我一听就知道是他们是嘴巴念还是心念，这样啊，啊，你要，所以你在念经可以念快念慢，但是你一定要用心念而表现出来，因为我念这个，我的整个身口意已经融入在这个寄语里面，你念出来就会有加持力，那一定要练习好。八者，但是大乘的禅定不是光不起心动念，而是不离开不舍离众生苦的悲心啊，而发展成菩提心，而不要让自己散乱。八者，修习多闻而无恶慧，所以各位要广学多闻，特别深入经藏，才不会恶慧，就是说执着我认为我的对，那就不好了。虽然你讲的是佛法，现在很多人用禅宗来批评净土宗，以净土宗来批评密宗啊，以这部经来批判那一部经，你这种书最好不要看，这种人也不要接近，因为他不是善知识啊。九者，立根立慧，无暗顿性，所以不要打瞌睡，要专心，而且要看清楚。立根立慧啊，根讲的是你对的境界，慧讲的是你可以超越一切，看得清楚又超越它，千万不要啊，你说什么这样啊，钥匙在口袋还在找钥匙，你看这老了啊，你放下去你就应该要知道它在哪里啊，所以各位这个要靠过前面的修行，包括禅定。广行慈行无损害心，啊，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众生离苦得乐，没有一点点对方就算伤害我，我还是回向给他，希望他早一点开悟啊，希望他不要被伤害。所以菩萨若修如是十种法则，即生清净诸佛刹土。时间五点了呢，怎么办？请翻到164页，跳更快了。164页，事实上熬了一天，这个时候最凉快，不要回去了。啊，各位有人在看手表，舒服，我听暗嘛。我每次在台北，他们一来的师傅今天早一点下课哈、哦，老菩萨时间到就想家，他不想净土，想家啊，所以
然后以后就这样好了，老菩萨四点可以走了。他就觉得很甘愿呐、啊，定个两完。164页，我们念一次就好了。这个是每一个菩萨都发这个愿的。来，菩萨如何帮助众生？菩萨若修十种法者，善知成熟有情之法，何等为十？一者，应以诸佛色相而调伏者，即现佛相；二者，应以菩萨色相而调伏者，即现菩萨之相；三者，应以缘觉色相而调伏者，即现缘觉之相；四者，应以声闻色相而调伏者，即现声闻之相；五者，应以地势色相而调伏者，即现地势之相；六者，应以魔王色相而调伏者，即现魔王之相；七者，应以梵王色相而调伏者，即现梵王之相；八者，应以婆罗门色相而调伏者，即现婆罗门之相；九者，应以刹帝利色相而调伏者，即现刹帝利之相；十者，应以长者色相而调伏者，即现长者之相。诸有情等，应以如是种种色相而调伏者，菩萨即能随所应现别异之相。所以各位，你已经做董事长了，但是呢，看门口啊，扫地啊，剪纸屑啊，关灯啊，你都会，这样就可以，而不是说高高在上。一个菩萨发菩提心已经成佛，他不成佛怎么现佛相啊？啊！但是虽然你有成佛的圆满了，但是要叫你做世间王你也可以做，要你做魔王你也可以做，要你做生意人你也可以做啊！所以要你做一个将军你也可以做，因为你要配合对方。所以各位一定要广大圆满，让自己圆满一切，那该实现什么就做什么，不要。我常讲，来念一下：没有个性，没有血型，没有高低分别啊。那你叫你做什么？上台讲经，下台做工啊。修行人像修行人，但是出了社会呢，我比你还会玩，但是我从玩来度你可以了。要不要来唱唱卡拉 OK 啊？我比你唱得好啊，我要念哦。要不要来画画？我比你画得好啊。要不要来写书法来比比看啊？你这些你都要学啊，你不能说做个菩萨戴着怪怪的眼镜，你不会戴眼镜啊，什么脸型配什么样，你不会化妆哦，你都要会啊。因为现在世间人他喜欢看外表，对不对？看这个相。所以老师说现在的社会变了，必须从电脑从荧幕去看你的相，那你要显现各种的相，你不能说每天出来都一个样子，话别听你讲的先紧起来，我跟你讲，你要显现不一样的相。所以我看过很多菩萨，你还一下显帝王相，一下显禅定相，一下显男人相，一下显老婆相。因为老婆婆，奇怪，明明是他同一个人，为什么他不一样的时间？事实上，人也会这样，心情好就心情好的相，心情坏还面乱乱，真难看呐、啊。他的相也随着他心在变了。但是菩萨有这种空性，他是显现对方喜欢的样子，所以各位要发菩提心，配合所有，所以说你要了解众生，不然你怎么显现众生喜欢的样子呢？41，菩萨如何能过圣乐生活？各位要得到这种没有轮回的殊胜的快乐吗？清净的快乐吗？所以人虽然在五浊恶世，就像在净土一样。要有这种圣乐生活，而不是世间的快乐、欲望的快乐。有钱怕人家骗，漂亮怕人家强奸，哎呀，太痛苦，那个不是圣乐的生活啊。所以菩萨若修十种法则得圣乐住，你就安住在这种殊胜当下的快乐，法喜充满。何等为实？一起念来：一者正直，二者柔软，三者无惭取心，四者无嗔恚心，五者无染污心，六者具清净心，七者无出旷语，
八者断秽恶语，九者常行忍辱，十者具善爱乐。啊，很喜欢做善事啊，很喜欢关心众生啊。但是我想各位，这历史你都懂了，但是你保持这个因就能够过这样的生活。再来172，要不要长得漂亮？端正相好，端正不是漂亮啊，让别人看到你的善良、端正、柔软、慈悲啊。所以菩萨如何能得端正相好？那各位你一定要背啊，你要去做啊，你不能说我懂我懂，然后跟你又没关系，一下又要骂人，一下又要干嘛？可不可以 keep 一边？那你没有在修行，懂有什么用呢？所以我本来我以前要宣布说，我们各地方中心的联络人这一本拿去看一下，我们给他评判你得几分这样。啊，你做几分？那你要做义工，义工至少要40分吧？啊，怪怪的义工。你要做法师，哇，这严格了。你要做法师，你要做法师，念经要好听，打坐要好看，走路要好看，心要好，因为法师是代表佛。那你要非常的勉强自己啊，法师不能有自己的个性啊。所以我们念一下，来，菩萨若修十种法者，得妙相具足，何等为十？一者常修极静威仪，二者常修无脚障威仪，三者常修清净威仪，四者见者皆生爱乐，五者见者皆生善相，六者见者无厌，七者见者悦意，八者一切有情见者无碍，九者一切有情见者皆生欢喜之心，十者一切有情见者皆生清净之心。请注意啊，像我们有摄影机啊，我要告诉各位坐前排的，请你照顾我们摄影机一下啊，因为那个这个法师在摄影的时候，他们看这些人在听法，他长得什么样，对不对？我也跟很多法师说，哎，你们坐在这边坐两排，你不要东倒西歪啊，有人在听，有人在录定这样啊，有人在看手机，那这样就是这个会让你下辈子那个脸像手机一样啊，平板的啊。所以什么样的像？因为这个社会是非常好积善业的。譬如说现在我们在讲课在拜佛，你很虔诚，摄影师拍到你，千万人在看，哇，这么庄严，还能你有庄严像？你一次可以活好几次了，因为太划得来了。所以我常跟我们摄影师说，你给我拍好看一点啊，拍不好看是你要负责的。我这个不好的像，你怎么可以把它拍下来就放上去，全部人都看到我的不好呢？笨。还有人更厉害，拍好以后还帮我化妆，这黑黑的不见了，哇，你玩的，你生生世世没雀斑呢。但是有些画的太过分了啊，差不多就好了。那是因为这个叫影响人，因为你做个，你要端正相好，你要让看到你的人都升起爱乐相、善相、无厌相、悦意相，见者无碍，生欢喜心、些清净心，那你内外要如意，常修极静威仪，常修无狡诈威仪，常修清净。什么叫清净？我必须解释一次，八关斋戒要保持清净心。清净说你一日一夜没有贪嗔痴，一点都没有，这才叫清净。而不是说我八关斋戒，我就反正我不去做坏事，但是你内心里面还是有贪嗔痴，那就不清净。那所谓清净是你要了解什么是不清净。我某一些念头、某一些语言习惯是不清净，我一点都不能有，那才叫八关斋戒。那你何必保持不清净呢？你已经知道清净，何必明天不清净呢？就这个意思。你要随时保持这种空性的、悲心的、柔软的，那不能有一点负面的心念，哪怕别人干扰你，这个都是一个助缘哦。魔要来干扰你，事实上是佛要让你消业障。所以各位，这些你如果你觉得你这辈子不是端正相好，特别是我们女众出家，我都跟他们说，女众出家要脱离女相，
互相鼓励一下，走路声音眼神还像女人吗？不好出家，因为别人身上看到你女人像，会让她是女人不是出家人啊。你也不能太男人像，那我们男众法师也不能女人像，对不对？也不能阿哥你还要交女朋友啊，你还有色相，那不行啊。那什么相？中相，不男不女。你不能让人家显现男人相，显现女人相，那都不行的。因为大丈夫相、菩萨相，那你要一直检讨我有没有菩萨相，眼神不要乱怪怪的，语气也不要怪怪的，都不行的。所以有时候我有一些信徒做错了，看一些法师就哎呀你的阿伯你这样的脸啊，做错你要哎慈悲，没关系，我来告诉他对的是什么。你不能马上平处相就跑出来，对不对？不高兴的眼神就跑出来，那你才能够有端正相。最后两条，来请翻到179。菩萨如何勤修福行？那既然做菩萨就是要福慧圆满，那特别福报很重要。所以菩萨若修十种法则而能勤修福行，常修诸善，何等为实？一，随地供养三宝。所以各位在家里在任何地方，在车上摆一个清净地啊，每天供花供水，甚至真的没办法供啊，观想啊，随份随地供养三宝。二者，病苦有情，为师妙药。你会发觉释迦牟尼佛为什么在最后才讲这个，虽然我们讲了前面境界很高，最后居然拉回来世间的福报，请你不要舍弃世间苦啊。三者，饥渴有情，为师饮食啊，皆有的关怀啊。所以或共生啊啊，不食甘露啊，烟供啊，药供啊，各位每天都要上供下施，但是用菩提心来做，勤修这些。四者，诸有情类若为寒热所逼恼者，施其复护啊。所以各位不食衣服，特别啊，我这一次去美国，光加州，光洛杉矶就有57000个游民没衣服没饭吃。啊，甚至他们还结婚生了小孩没钱读书啊，很可怜的，世界各地都有这个了。所以那各位要买新的衣服，买好吃的东西，不要拿给他便当啊，在美国不能给，要不然包装好的，对不对？这些食物，因为你煮的便当不能接受的，除非你是有这个厨师执照的餐厅出来的，可以。各地方各地方你要去了解吧。所以我们这一次去尼泊尔，大家做了很多很多，因为尼泊尔自从地震以后，现在游民特别多，穷人特别多啊。所以这里面讲的友情不光是人哦，啊，流浪动物那么多，这些鸟类那么多，特别冬天到了，各位呢多放一些，因为没有米可以吃啊，多在树下挂一些米，鸟小鸟可以吃的啊，用各种方法又不会被猫吃掉了，各种方法。被饥寒热所逼恼的，我们要帮助他。念一下嗡阿吽，所有众生皆有衣服穿。嗡阿吽，你要观想，观想。除了实际做，你在做烟供施食的时候，很多恶鬼道是没有水喝、没有衣服穿的、没有地方住的。五者，常当尊重恭敬鬼犯之师及亲教师。那我们一定要这样恭敬尊重，我们才可以学得到东西啊。鬼犯就是做我们的模范啊，甚至呢能够教育我们佛法的老师。六者，见诸同犯行人，应起沉吟，合掌恭敬，礼拜问讯。像各位你所报关斋戒，就像犯行人乃至出家人，哎呀，随喜你，尊敬你啊。对，我想很多人对法师很尊敬，那我想各位必须以对法师的尊敬来尊敬同样在修行的人，不分他是刚修行也好，这样去尊敬对方。七者，修自园林精舍，让别人打坐的地方，让别人修行的地方。我想像我们大家这么喜欢守八关斋戒，我去习经跟不丹，我发觉那边有个好处，地方上的人会
收集钱，大家就盖一间八关斋戒的建筑，不属于任何道场的。只要斋戒日到呢，他们就在那边去守斋戒啦，去转经轮啦，然后轮流请法师来带他们。